什么好消息啊？我娘答应我们的事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因为我说，如果她不答应我们的婚事，我就出家。您疯了，朱墨。我是疯了。从见到你开始，我就为你疯了。我茶都给你倒了，还想让我怎么着？你，我。帮我念念。帮你念，我脖子还疼呢，谁帮我念呀？新来的？今天刚来。我可是新。二，你谁呀？韩王妃是我的姐姐，你可以叫我楚令郎君。哼，原来你就是那个长安第一纨绔盛楚慕的弟弟，另外一个纨绔啊。我就不行。好呀，对。像你这么胆大的侍女，我还真是第一次见。哎呀！